价值吼，咱这个放假的乡亲啊，我看这么多人吼，我实在是真感动啦。这个演员哦，演员的老爸吼，伊是我的同志呢，几十年的同志啦。大家有讲吼，无方便啦，你吼、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啊。啊，所以吼、大家讲，国方面你袂歹，还佫一个哦，啊，严宪官，啊，颜金福，颜金福是我的同志啦，伊也是参官哦，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哦，咱台湾啦、有这款的人，今仔日咱台湾也会当讲吼，维持咱这自由民主这个台湾啦。啊，我吼今仔日来吼，为着这县官吼要竞选这个议员啦，我是全力要支持哦，大家来个支持好不好？好。我吼大家知影吼，一户二六三房价，这个所在是房价，我是鹿港出身，也。大中野是会成长的，啊，顶阵吼几啊遍的市长的选举的啥物的，我逐摆吼总有一点吼，感觉就应该放假，应该发展啦。伊有二六三放假，放假怎啊？你个看嘛咧吼，台北的新社区啊，新社区啊，甲放假差偌多呢？就是讲以前吼。咱的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建设啊，规个吼注重新社区啦，无咧注重旧社区啦，所以房价好，大就这样好，规个愈来愈落伍。恁敢会呢做台北市的二流的市民是无？不用的嘛。所以吼，议员呐，你啦吼。在议会主张讲吼，这个旧社区重新建设，旧社区的重新建设，这才是吼，房价人的幸福，房价人的发展，房价人的将来，旧社区的重新建设，这个上要紧，我上期待吼，期待你这点吼，啊吼。这个咱过去啊，环境真歹，但是这座吼大环境真好啦。他主要讲苏贞昌来当选，吼、咱这个甘金万来当选。我甲大家讲吼，2012年啊，建管已经提档倒来，无提倒来也袂用哩，马会跩看倒来，请你们。本土建管的建管起来，这就是咱台湾将来的幸福啦。啊，那无吼，讲这个一家话好吼，什么和平，什么政治谈，什么也好，伊一直要吼台湾要卖给中国啦。咱做台湾人，咱的祖先多辛苦，建设咱这个台湾，偌多人。为着自由民主牺牲伊个性命，咱吼，我维持台湾的责任，吼，所以吼，台湾呐，你高票当选，高票当选，为着台湾打拼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好吼，啊，你若讲吼，大家若讲会当重新一个国方面。请您吼啊，相信阮这少年的机缘，吼，过来机会，好好发挥咱台湾的精神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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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咱上敬重，咱的国官李先生，感谢你，谢谢。我今年86岁啦。哦。进来。
来恁有比我比较老的，无条有一两个啦。野手看卖啊，野手看卖嘞。你八十几？啊？八十七。哦。啊，够有无？啊？加无？所以吼。拢十一咯。哎呦，阿妈哦，老公健，老公健。阿妈，咱继续打拼吼。阿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八十五岁，也咧继续打拼，大家嘛就来打拼，哦，大家吼，团结起来，大家吼继续打拼，建设咱这个台湾，保护咱这个台湾，多谢，多谢。谢谢，咱家的光环。来，咱再一次吼，感谢吼咱民主的老前辈吼，咱的高宽民主政啊。来，嘛吼，稍等嘞，来即摆吼，咱的这个高宽民先生吼，啊，伫遮咱要过来介绍咱这个中七会吼，一位贵宾到场，啊，咱的先帮介绍啊，好，休一下，等下再来甲邀请上场来。